运长龙。新年一年开始了，我相信刚刚我们送去了2022年，大家在迎来新年这个曙光的时候，你一定把你的希望放在心中，也可能呢，我们祝我们中华民国生日快乐，祝我们台湾国家的生日哦，国运长龙。随着疫情，台湾人民哦，经济好，各位脸上的笑容，梦想实现，透过口罩也是抵挡不住的，因为我们相信一个更美好、更值得大家期许的未来即将要全新展开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刚才前面有提到